MLB 洛杉矶天使队周三在自家主场迎战洛杉矶道奇，二刀流球星大谷翔平以先发指定打击上阵。Drilled to right center, that's going to split the outfielders and go to the wall. Otani will round third and score to tie the ball game, and Anthony Rendon with a two-out run scoring double. 两度站上打击区，大谷都选到保送，先靠队友瑞登长打跑回本垒得分。三局下半，大谷再次保送上垒就被带跑换下场。All right, that's it, Shohei. Matt Theis will take over at first base. 靠着队友猛攻，中场天使队以13-5痛击道奇。赛后焦点还是大谷。天使总管米纳森受访证实，经典赛冠军阵天使开绿灯，因为大谷亲自打给他，这通电话促成世纪对决。大谷一举一动都受到瞩目，日本队友达比修友先动爆料，他一餐要吃3颗水煮蛋。另外，将成为自由球员的大谷翔平，各大球队准备展开强人大战。有专家预测，同样位在洛杉矶的道奇很有可能砸大钱跟大谷签11年合约，让他成为史上第二个合约5亿美金的球员。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